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82页第六行啊，从六世间界从这看起啊，我们看年老的注解，又以知世间啊，另外一个翻译翻作知世间、世间界，这两种翻译合起来看呢，意思就很清楚了。下面念老引真解啊，这是日本的净宗祖师，他说世间者名为五蕴，解者呢名知啊，诸佛世尊善知五蕴，故名世间解啊。诸佛如来他们对于五蕴了解的最透彻，五蕴是世间的奥秘啊，科学家认为宇宙的奥秘。五蕴是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世间一切法离不开五蕴。那五蕴是世间法的元素，它究竟是什么？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，在最近的20年，把这个色搞清楚了。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心法、心理，色法是物理啊，物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啊。物从哪里来的？物从念头生的，受想行识都是念头。啊，这个念头是心法、心理啊，所以心理学专门研究这个东西。现在科学还没有正确的答案，那么我们相信科学再有10年、20年，非常有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开了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啊。
啊，一个物理，一个心理，还有一个自然现象。啊，科学把宇宙归纳为这三大类，佛法呢也是讲这个三大类，名称不一样。啊，佛教称物质现象为色法，心理现象呢称心法，啊，色法跟心法。阿赖耶三细相，啊，还有一个色法心法从哪里来的？业相来的。啊，业是什么？业用今天的科学来说呢，波动现象。啊，宇宙之间。这个波动从哪里来的？现代哲学与科学都在追踪这个现象。那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业相是从一念不觉产生的，叫无明。啊，佛家讲无明烦恼，就是指的这个。从无明烦恼生转向，转向就是受想行识。从受想行识生出物质现象。啊。谁把这些事情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佛陀《大乘经》上常说“八地以上”，啊，八地菩萨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这五个位次，啊，八九十。等觉，这四个位次是菩萨最高的位次。往上去呢，就成佛了。往上去叫妙觉。诸佛世尊都是证得妙觉，所以他善知无因呐、啊。不但知啊，知上加个善。他这个知得太巧妙了，啊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，啊，这个善就是言语道端，心性出灭，啊，他彻底了解，啊，也就是了解。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，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就是波动现象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自信是不动的，本无动摇。六祖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：真心不动。妄心是动的，一念不觉是妄心，妄心变现出世间。如如不动的，那是出世间。啊，世间有有情世间，有无情的世间。啊，在我们佛门里面称之六道是世间，十法界是世间，啊，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是出世间，
如来对事出世间都明了，所以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啊，佛法是世间最高的哲学啊，今天我们也明白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也是最高的科学，究竟圆满的科学。这叫世间界啊，净引书隋朝远公大师的解释，世间界者是化他智，这个智慧它起的作用是教化众生啊，善解世间呢，名为世间界。啊，跟前面真解里面说善知无因，真叫善解世间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慧疏啊有说，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解了，故曰故名世间界啊，那么这个意思更明显了，世间跟出世间啊，究竟真相如何啊，世间的真相是指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出世间是指十报庄严土啊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，佛知道啊，所以佛是大哲学家大科学家，啊，下面是念老为我们总结综上三种解释，故世间解者乃化他之甚智啊，真的是大智慧啊，究竟的科学，究竟的哲学，为如来如实知道世间与出世间种种因果诸法，这叫世间界。我们一般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这是自信本有的德能，明心见性就真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，真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了，真的了啊，事出世间法一切全通达了，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个世间界是德能啊，佛用这个德号来教化九法界的众生。下面第七
无上士，啊，士者人也，人中最圣的，故名无上士。这几句话在古人读起来一点问题没有，啊，现在人都不懂了，啊，士者人也，士是什么人？中国古代把我们社会分成四大类，叫士农工商。士是读书人，用现在说知识分子。啊，这个在社会上地位最高，受人尊重。啊，其他的下面是下面农夫、工人，最后是商人。啊，农工都要靠劳力生活。啊，商人是贩卖土地。啊，在大众当中，大概在过去，拥有财富的是商人。啊，但是商人排列在最后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说他不劳而获。啊，但是在佛法里面讲，人在社会上，他有过去时，他有未来时，啊，功名富贵也，有因果关系。命里没有，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；命里有的，到时候自然就来了，啊，拦也拦不住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把这个问题为我们解决了。啊，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以为富贵是凭自己头脑，凭自己的技巧可以能够获得。啊，在佛法，在中国圣贤教诲里面都不承认。啊，特别佛讲的清楚，世间人希求的富贵也，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世间人求。一直到今天，今天世间人大概只有这种欲望，我要钱，我要聪明智慧，我要健康长寿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三种都属于果报，果必有因呢，因是什么？因是布施。他命里有财富，这个不假了。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，啊，他有个顾问，是个看风水、算命先生。啊，前几年过世了，以前常到我这听经，啊，陈老。陈老告诉我，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，他是潮汕人，潮州里边人，到香港来做生意、经商。啊，他们两个碰到了，
碰到这个陈老啊，这个看相算命看风水一把手啊，他就看到李嘉诚给他算命啊，然后问他，你自己心里头想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。李嘉诚告诉他，我能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。陈老告诉他，你命里的财库啊是慢出来的，财库的时候频频的就不得了了，你这是慢出来的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。所以李嘉诚就一生就照顾他，等于说是把他当作顾问，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。陈老前几年过世的，好像3-4年前，啊，命里有吗？他命里财库太多了吗？慢出来了吗？啊，换一句话，他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。啊，你跟他同样去做，可能你蚀本，他赚钱。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不要勉强。啊，佛教人，你要想发财，你没有财。才不是，有多少就不是多少，越是越多。真的，我命中财库空空啊，李嘉诚财库是满的，我的财库是空的，一文也没有啊。那一生要过贫穷的生活，张家大师教我一定要修3种布施，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啊，那个时候我没钱呢，生活都非常艰难呢。啊，大师问我，1毛钱有没有？没问题。1块钱有没有？还可以。他就告诉我，你就从1毛1块开始学布施，要有布施的心，啊。长存布施的心，有多少布施多少。我听话，我真照干啊，果然没错，真的越施越多。啊，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，啊，开悟之后就教学，教学是3种布施都有。你用你的体力，用你的精神，用你的时间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啊，内财布施的功德，比外财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。啊，能得外财，啊，很殊胜。啊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，真有效果。啊，我的寿命不长。很多算命看相告诉我，过不了45岁，我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没有佛学佛之前，我相信好像有遗传。啊，我家里，我记得的，我祖父45岁过世的。
我伯父，我父亲的哥哥，大我父亲十岁，也是45岁走的。我父亲也是45岁，所以我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出家学佛了，就把寿命定在45岁。45岁以后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求生净土。真正念佛求生净土。45岁那一年，我讲经12年。寿命延长了。那一年害了一场病，那是我一生最严重的一场病。1个多月才好。我那时候准备往生，我也不找医生，我也不吃药。我那时候想着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那命到了，你找医生干什么？所以我只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当时有4个同学照顾我，在台湾大学一个，政大一个，师范大学2个，他们抽出时间轮流来照顾。1个多月好了，第二年参加一个法会，遇到甘珠合佛，甘珠合佛跟我也很熟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是密宗一个好的上司，我很佩服他。他告诉我，这是净空法师，我们在背后都是讨论谈你。我说我什么？说你这个人很聪明，经讲的不错，听众很多，可惜的是没有福报，有短命。我说这个事情当面说可以，我完全承认，我了解，我没有机会。大师说，现在你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你这12年讲经功德，你的寿命延长了，你的寿命很长，你的福报很大，全是讲经功德。我没想到，我讲经没有求长寿，也没有求财务，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自然的。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海贤老和尚这次一表法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这一生全是阿弥陀佛照顾的，阿弥陀佛安排的，顺境逆境都是来成就我的，所以我什么都能接受。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，都欢喜。无论什么人都是我的善知识，都是帮助我成就我。我们对事法也无所求，唯一想求的就是天天去祈求阿弥陀佛来带我到极乐世界。
我比不上海鲜老和尚，海鲜老和尚见阿弥陀佛至少十次以上啊！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，真有我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这一次是在79岁，啊，79岁那一年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六道轮回真有。啊，到你自己亲自见到了，你完全相信了，再不怀疑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，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，现在你面前，你要是一动心，就回转了，退转了，啊，非常可怕。怎么办？一句阿弥陀佛，能够把它抵住。啊，念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就能够如如不动。再想到经上教训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对于虚妄的境界决定不理会它啊，不生欢喜心，也不生怨恨心啊，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啊，时候到了，佛一定来接引我。心就暗了，心就定了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思是读书人，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里面最高的叫无上。啊，这是称佛陀，佛陀是知识分子里头至高无上，人中最深的啊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！啊，称无上师，涅槃经曰：“如来者，名无上师。”譬如人身头为最上，非于肢体啊、手足等，佛也如是，最为尊上，非法身也啊。这底下说三宝，法比不上佛，身也比不上佛啊。佛法身三者，佛最上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又曰：有所断者，名有上师。无所断者，名无上师。阿罗汉还有见思烦恼、无明烦恼还没断，他还要断，他有所断。啊，佛陀呢，连无始无明烦恼都断干净了，所以他无所断，再成为无上师啊。那我们现在有断了，我们现在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一样也没断掉
那我们现在的一点功夫，就是凭这句佛号，烦恼起来的时候，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扶住，把它控制住，不让它过分的发作。我们只有这一点功夫啊，这一点功夫，正果不可能，往生行。啊，临命终时，最后一声是阿弥陀佛，不是烦恼起现行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这得也往生啊！48愿，第18愿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，都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。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。慧疏同上三疏啊，跟上面是这三个意思的时候都相同。疏曰：业惑尽尽，更无所断，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，第一最上无等，故号无上士。啊，这三个意思都包括了。你看，三界天人啊，凡圣当中，凡是凡夫，六道凡夫，圣是圣人，圣人里面包括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啊，那么在这些人当中，纵然是菩萨，无明烦恼还没断，他还有断，成佛了就断干净了，啊，所以成佛才是第一最上无等。又制度论语。涅槃法无上，佛自知是涅槃，不从他闻，一将导众生令知涅槃。涅槃是梵语啊，古时候翻译的翻作灭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通通都灭尽了，这叫涅槃。啊，涅槃法无上啊！啊，小乘的涅槃叫偏真，它还有上；大乘涅槃无上。啊，大乘必须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真实的涅槃。啊，涅槃也翻作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，圆满的清净寂灭，这是无上法啊！佛自知啊，证到这个境界，自己晓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啊，后面这一句很重要，不从他闻，不是别人教你的，是你自己证得的，自己开悟了啊，其义自见，这个其代表万法啊，
一切法的真相，自然明了。啊，不需要去问别人。那么，在中国宗明教宗门教下，历代都有其如这个境界的人。啊，他们多数要找一个善知识给他作证。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，他确实自己知道入这个境界，还要请五祖给他做证明。有没有错误？啊，所以五祖给他讲经啊，你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是讲大意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明白了。啊，说出是五句话，这五句话让五祖给他印证。啊，第一句，这五句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虽然没见性，我们听了很有受用。第一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是没想到，没有想到我的自信本来清净。有没有染污？没有，从来没染污过。染污的是意识，意识是妄心，妄心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。那么学佛呢？佛教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啊，用妄心造业，妄心有善恶，真心没有善恶。啊，没有善恶才叫真善，叫本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说的本性本善，啊，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这个本善永远没有失掉。啊，纵然堕地狱，本善还存在，还没有失掉。啊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从哪里看？从本善，从本性上看是佛。啊，从真心看，不要看他的妄心，妄心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要相信自己本来清净。啊，我们只要把染污清除出去了，把它放下了，清净就恢复了，就起作用了。啊，起什么作用？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第二句是本不生灭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自性就是真心，是真正的自己，真正自己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所以生不是自己，生有生灭。啊，那什么没有生灭呢？灵性没有生命，啊，而不是灵魂。灵魂跟灵性差不多，但是不一样。灵魂是迷，灵性是觉悟。啊，那个迷是生灭法，悟是不生不灭。啊，我们必须自己搞清楚搞明白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它起作用，真学佛了。啊，第三句本自具足，别向外求，外面没东西。啊，无量的智慧本自具足，无量的德能也是本自具足，
无量的相好像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，通通是本自具足。啊，佛教的我们不向外找，向内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找？用戒定慧，持戒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得定。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有些人持戒，啊，觉得自己很不错了，看到别人没持戒，笑话别人，拿着这个持戒律的时候去量别人，那叫造业呀。他能不能得定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心都在外面飘啊，他怎么会得定啊？啊，持戒的作用完全搞错了，拿着戒律天天去批评别人，你说这造业多重啊？那越是戒律好的人，心越定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心慈悲，充满了智慧。海鲜老和尚那就是真正持戒的。啊，他只有赞叹别人，他没有批评过别人，没有毁谤过别人。啊，这是真正持戒的。那定的目的是什么？定的目的就开慧，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到什么样程度的定功就开悟。啊，定是什么？怎么修法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动念，是如来的定，究竟圆满的大定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菩萨的大定。啊，只有不执着，阿罗汉的大定。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啊，还有自己赞叹自己，回谤别人。这人有没有持戒？没有。他要是持戒，那戒律全破掉了，哪来的戒？啊，持戒的人心清净，染污少。啊，他虽然持戒，他的染污比一般人还严重。搞错了啊！啊，早年道玄律师给窥基大师的一个故事是很能启发人的。啊，道玄唐朝时候律宗出祖，南山律宗啊，开山祖师律祖啊，持戒精严啊，感动天人供养。啊，他每天一直日中一时啊，日中的时候天人送饭来给他。啊，天人送供。啊，窥基大师是真正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智慧。啊，外号人家称作三车法师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高干子弟出家的。啊，他的叔父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，啊，像现在元帅，啊，贵族出身的。
玄奘大师叫他出家，看中他。啊，他说我出家生活那么苦，枯燥无味，我不愿意出家。啊，他那怎样才能出家？他想了半天，我提出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他要金银财宝，我要带一车金银财宝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他要带一车书，喜欢读书。第三个要带一车美女伺候他。玄奘大师都答应了，都同意了，没法子，就出家了。啊，所以号称为三车法师，这就送笑话他的。啊，刚好有一天从终南山经过，啊，距离到玄律师的道场很近，顺便去看看他。道玄法师来了，正好，啊，这个虽然是名气很大，啊，法相中的祖师，啊，到山上来看他，让他来看看天人供养我，啊，来表演给他看看，啊，上山的接待，啊，到吃饭的时候天人没来。啊，奎扎斯离开的时候，到第二天，天人中送供来，道玄律师就问他：“昨天中午为什么你没来？没送供来？”他说：“昨天大乘菩萨在山上，满山都是护法人，我进不来。”道玄法师听了，流汗了，惭愧呀！啊，自己忏悔。这个故事是对于学戒律的人有个启示。啊，学戒律决定不能轻慢人，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德行，都不可以轻慢。为什么呢？持戒要把傲慢断掉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五种烦恼，所谓地狱五条根呢，啊，一定要把它断尽。啊，怎么会可以有这种念头？啊，要去考考别人，啊，要在他面前夸耀自己，啊，持戒谨言，啊，要来表演这个，这都属于功高我们，啊，都是错误啊，啊，持戒的人心清净平等，没有染污。没有动摇啊！我们供佛，供佛最重要的工具是一杯水啊，没有香花，没有灯都可以，一杯水最重要。水代表什么？代表心啊，水要干净，代表清净心。水平没有波浪，代表平等心啊。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是戒的成就啊！我们要想想，我们的心清净没有了，还有是非人我不清净呢？啊，还有高下不平等。不清净不平等，这个戒是白修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
啊，在我们现代学戒律的这个国清法师，我很佩服他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这些毛病。啊，他对初学不懂戒律，他没有轻慢心。啊，为什么没轻慢？他没有学过，没有学过就不能责备他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慈悲。自己怎么办？做好榜样给他看，这是教化他。教化没有功高我慢的念头在里头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真正是持戒精严，他没有着持戒的相。啊，但是他心地清净平等，那就是戒成就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要懂。啊，不懂的时候学戒律，不知不觉造根中的罪业，那错了。啊，在中国古时候，有个读书人，懂礼。啊，不明理，还有功高的习气，你的书就白读了。啊，下面他举《大智度论》这一段，我们把它念念。涅槃法无上，佛自知是涅槃，不从他闻，亦将导众生令之涅槃。如诸法中涅槃无上，众生中佛也无上，佛此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，一切无有于等者，何况能故？故云无上。啊，无上是没有法能够超过他的。啊，那么佛菩萨用什么教化众生？戒定慧三学，持戒这是戒律。禅定智慧，佛用戒定慧三学，释迦牟尼佛身行研究，那后世，特别是我们先前。啊，现前到哪里去找善知识？找一个好老师。啊，持戒、修定、讲经教学是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从禅定来的。定从哪里来？定从戒来的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没有戒就没有定，没有定就没有慧。啊，他只有妄想，他没有智慧。啊，这一条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再看下面第八条：调御丈夫。净严书里都说，能善调伏众生，明调御丈夫，啊，都是帮助众生的。众生
烦恼习气很重，你如何调理，如何降伏啊？佛有非常善巧方便调伏众生啊，这叫调御丈夫。何赞呢就说，自己丈夫佛调丈夫，故号佛为调御丈夫啊，自己是大丈夫，大丈夫是对有德行的人的尊称。啊，自己成就了，然后帮助别人，啊，别人也是丈夫。这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看，佛教化众生，有没有敢轻视众生？这个心态好啊，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他今天在凡夫位，只是迷失了自信，变成凡夫啊。你看他的本性，本性是如来，本性是佛啊，这就是自己丈夫，佛调丈夫。佛教化众生，教化的对象佛言是平等的啊。凡夫呢，心中是有高下，佛高高在上啊，望尘莫及，所以生起恭敬心啊。佛在上面看下面，下面个个都是佛，只是一时迷惑，生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要帮助这些人啊，永远离开虚妄，烦恼是虚妄啊。六度十法界是梦影啊。佛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要认识梦幻泡影，不要执着梦幻泡影，你才能在梦幻泡影里面去度众生啊。这些众生本来都是佛，佛缘当中他现在还是佛，这个教化众生的人有这种心态，这是菩萨，他就悟了啊。那么为什么学生对老师要恭敬，对老师恭敬不是老师要求他恭敬，哦哟，你要对我恭敬，你不恭敬我就不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教，圣贤教学，心理的教学，最重要的是要真心啊，真诚心起作用就有恭敬，真诚里头决定有恭敬啊，恭敬心你才能得受用啊，你才能懂啊，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啊，没有诚意，耳边风，没听懂，你不能接受，老师就不教你了。啊，真正有恭敬心，印光大师常说：“一分恭敬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恭敬，得十分利益。”啊，这个经教字字句句有无量意，
那要用什么？用最深沉的恭敬心，你全都得到了。为什么？六祖大师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会开悟，我们这些人念《金刚经》，有人念一辈子没开悟。六祖的根性跟我们这些根性有差别吗？说真话，没差别。没差别，为什么他听不懂？他不能记住，恭敬心失掉了。恭敬心的反面就是傲慢。那有些人这些傲慢呢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你要说他傲慢，他不高兴，而且说他不承认。啊，这个事实太多了，我们见得太多了。啊，遇到太多了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圣学、圣贤的学术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贤教诲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是圣贤。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成就啊，这是法宝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，啊，留给后人，后人凭什么来接受？凭真诚恭敬啊。印祖说，一分诚心你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你得十分利益，万分诚敬你得万分利益。你能得多少完全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心。这个重要。我们看下面的文，还是接着这个啊，是后赞里头说，若拘四法则名凡夫啊。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啊，要拘束下面所说的四法啊。何等为四？第一，精善知识，清净善知识啊。第二呢，能听法具足真诚恭敬啊，专心听法。第三呢，思维听了之后有所启发啊，真听懂了。啊，最后呢，如说修行，你听懂，要落实在生活上，要落实在工作上，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真做到了。啊，那么这四个条件。来佛寺的三个念佛往生的人，他们都做到了。啊，这成语丈夫啊，又会说曰：“
畏惧大丈夫利用，力是能力，用是作用。啊，大丈夫是谁啊？诸佛如来。啊，我们对佛尊称为大丈夫。他的利用是什么？是教学。啊，二能说种种诸法。啊，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所以佛能说一切不一样的法门，都不相同根性的众生。众生有84000烦恼，佛有84000法门。来帮助你断烦恼，成就你的定慧啊，令离苟然得大涅槃。啊，苟是污染，能离恢复清净心，啊，小乘的偏真涅槃，大乘还要离更微细的果然。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那就得如来所证的大涅槃。下面有个问答，或问：女人等一应度化，何独以独标丈夫？啊，女众无论在家出家，有讲经，有教学教化众生。啊，为什么经上独称丈夫？知足论说：若说丈夫，二根同居男女二者之根，无根天也，皆女尽是，故曰丈夫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丈夫，包括女众在内，啊，不是专指男众，啊，女众穿袍大衣登台讲经，现大丈夫相，啊，所以念老在后面总结说：盖为名为丈夫，则可既是妇女，还有五根，还有二根等人，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啊，不分男女。啊，下面第九，天人师，啊，经言所曰：能以正法敬训天人，名天人师。六道里头，唯有天道、人道。善根深厚，容易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另外三道比较困难。啊，畜生、
愚痴。啊，魔鬼。业种啊，地狱那是极苦。佛菩萨在那个里面，只能度有缘，有缘什么？善根深厚啊，在世的时候。有意无意造作重罪而堕落在三途，不容易接受啊！我们不要讲六道，就用人间来讲啊，在人间遇到好的老师、善知识、讲经教学，毕竟真正来学习的人少，更多的人不见不闻啊，道场就在面前，他不去啊，他也不来听啊，讲经道场就在隔壁，他就不来啊，喜欢来听经的他坐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，他还是要来啊。过去我们年轻时候跟李老师，李老师讲经教学一个星期是一天，星期三啊，每个星期三晚上讲经，从台北来的，从高雄来的，是专门来听经的，听完了他们坐火车就回去了啊，这么远的距离他都不舍弃。老师是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他可以连着来听啊，一堂课不缺啊。如果天天讲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可能缺课，缺课他兴趣就提不起来啊。所以老师的善巧，我一个星期讲一次啊，你一定呢会把时间安排好啊，不妨碍你听见。老师在台中三十八年如一日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智慧没开 啊，智慧要开了，我就劝老师有办法，老师可以天天讲经，讲不同的经嘛啊，星期一讲华严，星期二讲法华，星期三讲无量寿经，喜欢听哪一部经的，一个星期他都来听，他就会接上了啊，要什么经都喜欢，天天来。啊，这个样子，那佛法就会比往年的时候更兴旺了。啊，经真的要天天讲，天天听。虽然不同的经，宗旨决定是一样，都是帮助人破迷开悟。啊，这是每一部经共同的宗旨啊，所以能以正法啊，尽熏陶天人两道的众生啊。慧疏曰：所有天上人间，魔王外道，设凡
天牢，悉皆归命，归命就是皈依啊，依教奉行，具足弟子，故号天人师啊。确实世尊当年在世教学，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凡夫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有天人，有鬼神啊，还有魔王外道啊。这个魔王是指他化自在天啊，有梵天，有天龙八部啊，这些大众他们都来听啊，所以成为天人师。又何赞于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，在众生中为天于人，能发无上大菩提心，是故号佛为天人师。这是单就发大心的人，六道里头只有天人能发菩提心啊，菩提心就是成就众生的心啊，要以清净平等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对一切众生平等看待，这叫大菩提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佛陀教育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来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把事实真相想错了，看错了，于是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一生的业障了。业障就怎么造成的？如果你把它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你就可以不造业了。业有善恶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三恶道的果报。六道是我们自己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自足自受啊。如果了解事实真相，行善，不着行善的相啊，心上没有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，把行善的相忘掉了。断恶呢，也不着断恶的相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，什么妄想都没有，这是决定的身极乐世界啊，净土法门念佛往生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求生净土是无上菩提心。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，稳稳当当，不会退转，一生成就啊，再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直接更稳当
啊，而且成就这么高，找不到了啊，所以称佛为天人师啊。末后一段第十，佛世尊啊，是把佛跟世尊合起来。诚实论等小乘论啊，开为两号，以佛为第九，以世尊为第十啊，经一涅盘经啊，这个地方脊柱是一涅盘经，涅盘经呢把佛世尊合成一个第十号，佛者觉也，自觉觉他与觉满啊，自觉帮助别人觉悟，二自觉跟觉他都做到圆满，这就成佛。啊，自觉觉他没有圆满是菩萨，啊，圆满就成为佛。又何赞曰：佛者明觉，即自觉悟，复能觉他。譬如有人觉知有贼，贼无能为。这里后讲一个比喻，啊，这是是比喻这个觉用意，啊，迷是不知道，譬如小偷，大家都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是个贼，贼就容易得手，他来窃取财物，如果知道他是个贼，他不敢下手。为什么有人东西丢了，人家一定肯定这是贼啊，不但他不敢下手，他还来当警察。为什么别人要窃盗的时候会赖到他头上，所以他会照顾别人啊，所以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。又佛名智者，如智度论语，佛陀勤言智者啊，这个勤言就是中国话，因为那是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罗什大师那个时候那个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啊，瑶秦的时代啊，所以称为勤言啊。知过去，知未来，也知现在。佛有智慧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他统统知啊。啊，这里举一个例子：众生数跟非众生数。啊，佛都知道众生有多少，啊，非众生有多少。啊，有常、无常等一切诸法。啊，什么是有常，什么是无常？啊，自性有常，万法无常。佛全知道，菩提树下寥寥觉知，故名佛陀。所以佛陀真的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又佛一切智慧成就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静不静、动不动，一切世间寥寥息止，故名为佛陀。都是说明佛这个字，佛这个字从梵文音译过来啊，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
来翻，因为它的意思很多啊，所以用音译，然后再加以注解啊。佛这个字有智慧，有觉悟啊，有这个意思啊。智有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啊。觉有自觉，有觉他，有觉心圆满啊。所以用这些话来解释啊，有佛一切智慧成就，说过去未来，未来现在啊，静不静，动不动，一切世界寥寥息止啊。这一切世界整个宇宙在佛法称为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故名佛陀。世尊呢，凡民不切凡，啊，应以的原被众德，为是庆重，故号世尊。世是世间，尊是尊重，或者是尊贵，啊，或者是尊敬，啊，世间人尊重他，尊敬他，啊，为什么？他是个有道德的人，不但有道德，原被众德，啊。他具备一切道德，所以世间人非常尊重他。啊，那么成为世尊。陈实论十号品里头说，如是九种功德。这个九种功德是指前面九号九种名号，他统统具足啊，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。三世过去现在未来，十方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啊，这就是整个宇宙都包括了啊，在整个宇宙里头，一切众生遇到佛都会尊重。啊，所以称为世尊。啊，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。又知道呢，以佛为第十号。以世尊为居十号尊德之总号啊，世尊。佛是第十号，大知足了。那世尊是另外的，居足前面十号，用世尊做一个总结啊，这个总结就是尊敬啊。我们现在在很多场合啊，前面开场白里头一定有很多参与有身份有地位的，我们都称尊重尊敬的某某人啊，尊敬的某某人，这就是尊的意思啊，它是总号。说于此开合少矣，一无不同啊。经上有开一号为两号，有合两号为一号啊，意思大致相同。十号啊，我们修过之后，我们看底下，诸事多种。啊，这佛号是佛的德，是佛的能。啊，他的道德。啊，他的能力。具足圆满。
教师、智慧等等。啊，你看他在世教授42劫，实为诸天及诸世啊，即是人民说经讲道。啊，这一句话，我们学佛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要常常记住。啊，诸佛如来、菩萨、罗汉，他们在世间干什么？就是时时刻刻为六道众生说经讲道，他们就来干这个。啊，有用言语的，有不用言语的。啊，不用言语做榜样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海清老和尚、海贤老和尚，他不是用言语，他用身心。他把无量寿经上理事点点滴滴完全落实在生活上，你看他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，你看他工作，看他处事待人接物，把无量寿经表现在身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，要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92年所表演的活的无量寿经呐，活活泼泼。所以我看到他的光碟之后，我非常赞叹。太难得了，我说这个光碟就是无量寿经，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，总结在生活上，总结在工作里头，总结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总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不可思议啊，在这个时候出现世尊的法运，往后还有9000年啊，我们是末法时期，末法10000年，我们是第二个1000年，今年41年啊，往后9000年，地球上的众生靠什么来得度？就靠这部经。为什么这部经简单容易啊？真容易修成，但是这部经是最难相信啊，特别是今天科学时代，难为来佛寺这三位菩萨为我们实现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实现，你跟他讲没人相信啊，他不相信，做出来给你看了，特别是表演，没有把苦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谁没把苦，生老病死谁能逃得掉啊？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，多苦啊！还有无因之身，他们三个人跟没有啊，这八苦他们一条都没有啊！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佛法教学的目的啊，佛法教学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离什么苦？八苦没有。
啊，德洛，真德洛，老和尚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笑眯眯的，一团欢喜。啊，所以男女老少，啊，出家在家见到他，没有不生欢喜心的。啊，112岁，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人伺候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，70、80就需要别人照顾了。没人照顾不行啊，这叫离苦得乐。从这看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事情，世间贫富贵贱都不能免。净土法门，统统给你免了。那老和尚他们是身教，比言教的效果更大了。那我们天天在讲经教学言教啊，要有身教的人来做证明，大家相信啊，这问题才能解决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在世教授42劫，实为诸天人及世人民说经讲道。这里一开头我们就看到啊，下面见汉译啊，彼佛住世弘法，一共42劫。这个时候人民福报大了，为什么？寿命长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地球上的人寿命最长84000岁，最短的时候10岁。经上有个说法，人寿最少的时候是10岁，每100年加1岁，加到84000岁就到头了，不能再加了。84000岁以后，每100年减1岁，又减到10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一个小劫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人寿，地球上人寿最长84000岁。啊，这个地方，世间自在王佛，在世教授就42劫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教学49年。啊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个世界这一回无比殊胜庄严啊！人寿这么长啊，佛住将近教学的时间久啊，常识熏修啊，容易开悟啊。啊，那我们要记住，佛弟子尽可能的去学讲经啊，说经讲道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在家人也要做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，夏莲居老居士在家人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在家人。
啊，真正菩萨了，大德了，啊，出家人应该说经讲道，在家人有这个能力也要参与说经讲道，报佛恩呐，报众生恩呐，啊，那自己做不到。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讲经教学录成的光碟，做成的随身听，啊，成本很低呀、啊，有声音有文字，啊，一个道场每一天到时候我们就来放播放，欢迎大家来听，一起学习。啊，当中有一个人来发心，解答问题。啊，就是临终熏修，指导大家修行。啊，自己不必讲。啊，但是要能做一个好的指导，自己必须把这个经至少要听30遍。啊，听30遍听熟了，别人一问你就知道，你就晓得怎么解答。啊，引起大众学习的兴趣。要干。啊，我不会没关系。我把这光碟先听30遍，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放这光碟，大家一起看，一起分享，啊，非常有受用。啊，我们在这次今年，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试验，很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个经学班。啊，我们是2、4、6，一个礼拜3次，啊，一次2个小时。大家提出心得报告，啊，共同分享，啊，星期天、1、3、5这4天，我们学经，我在这里讲，啊，往后讲经的人越来越少。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，啊，希望每个道场每一位法师大德讲经统统留下光碟，啊，光碟好好的整理，将来都是教材，啊，佛学院的教学肯定是以这一个时代的光碟作为基础，啊，不但佛法，世间教学，我也有这个感触。20年之后，大学里头还有老师吗？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。这100年来，滑坡，学术文化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上一代，啊，李老师，跟我来比的时候，我们就差很远。距离很大了，那我们的老师跟上一代比，印光大师、云音法师、地仙法师，那也差很大一截。那这样下去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那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又有差距，这怎么办？
真有问题啊，所以将来这个光碟会起很大作用啊。真正好学的人不能离开光碟啊，光碟学人代替引导啊，有人来协助他啊，作为光碟的助教啊，作为同学的教练啊，丢掉这么久，恢复也要时间，不可能啊，很快能恢复，不可能，总得要一百年啊，一百年，社会一定要安定。社会不安定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社会一定要安定。啊，希望这个社会，我们大家能觉悟，不要追求财富，要追求文化。特别是传统文化，要肯定祖宗比我们有智慧，我们不如祖宗啊。孔子的《论语》，孟子的《七篇》，2500人写的，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？没有啊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怎么能藐视古人？啊，要肯定古人有超然的智慧。为什么？他们见性，他们为什么能？他心清净，他们有五欲六尘。他没有分别之处，他跟心性、跟真心是通的，所以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，真实智慧超越时空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这一辈子要没有一点成就，不能够把古圣的绝学传下去，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？怎么对得起后代？啊，承先启后的大事，我们要承担起来，不承担也得要承担，没话说啊。要学佛陀长时间为人民说经讲道啊，这能救社会，能救国家，能救世界啊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，但是活一天干一天，报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